《古剑奇谭》网络版限时删档封测今日启动开放体验新武器外观，同步释出展示影片。仙侠线上游戏《古剑奇谭》网络版于今六日起正式展开限时删档封测，开放琴岩、秀宝罗盘、钓鱼等多项系统，同时还有造型相关功能让玩家体验。游戏新干线更同步释出了武器展示影片。线上游戏《古剑奇谭》网络版延续单机游戏《古剑奇谭》系列第一代至第三代的故事剧情，拥有庞大的游戏世界观。游戏以中国古代小说《山海经》为题材，包含伏羲、神农、女娲、蚩尤、咸竹之龙等众多耳熟能详的神话角色都将一一登场。《古剑奇谭》网络版今日起展开限时删档测试，本次测试将开放体验新武器外观无相秘武空山流影，可供同一账号八大门派角色全服使用，而游戏内也有丰富的时装、发型、披挂、坐骑、修容、其他衣柜等造型服务，玩家可依照自己喜好搭配专属的个性外观，同账号角色外观皆可共享穿搭，不受限体型的披挂、坐骑等。此外，本作还拥有深厚的游戏内容，包含八大门派、自由飞行、阵营对战、秘境探险、云海遨游、挖宝探秘、青灯引渡等多种高自由度系统，并设计了古琴、寻宝、垂钓、千秋戏等休闲玩法，将提供玩家不同的游戏体验。谱曲弹条清风蒲冈，《古剑奇谭》网络版的琴岩系统让玩家透过收集道具制作自己的古琴，且不论何时何地都能任意弹奏，更可以谱写乐曲分享给其他修仙同道，共享音乐之妙。不会古琴谱曲的玩家也能够透过乐谱系统制作乐谱分享给好友，或开启合奏模式与其他玩家一唱一和，如驾驭不了古琴的韵律还可以切换钢琴或其他乐器。想要寻找罕见宝物的玩家可运用游戏内秀宝罗盘系统搜寻散落各地宝物，透过方位效果音提示不断追踪宝物方向，当罗盘条闪烁金光且提示音越来越响亮时，循声而去即可找到宝物。而散落在世界的珍宝有的会化身为 Q 萌动物，或可变换男女召唤厉鬼，甚至还能换出仙女供。四海生金，美味烹饪。四海之内，凡是有水的地方，皆可使用鱼竿垂钓。若是钓到稀有的吞金兽，还可与海市商人兑换装备及更多新奇的道具。即便机缘未到，只收获一些寻常鱼类，烹饪成美味佳肴后，也可获得各种增益效果，还能累积宝石度，获取额外经验，帮助修行。千秋戏休闲好放松。休闲卡牌玩法千秋戏以春夏秋冬为四大分类，卡片中还串联了古剑奇谭、古剑奇谭二、古剑奇谭三的主要角色场景以及关键道具等，玩家运用手上的手牌与公共牌进行组合，每张卡牌有基础分值，稀有卡牌的分值高于普通卡牌，若多张卡牌形成组合，则会获得额外加分，组合牌数越多，额外加分就会越高。
为庆祝山党测试上线，官方推出相关活动，凡参加山党测试活动玩家除了享有99小时免费体验时间及新生成长礼包之外，还有机会获得永久飞行坐骑仙路、步云踏雪等好礼，同时还有6大悬赏任务，只要完成任务即可获得专属头像及头像框、七宝葫芦、巨力等多样奖励。此外，因应台北电玩展体验活动延期，即日起至2月9日，官方也举办一连4天的线上直播活动，并将于2月6日和2月8日分别邀请知名实况主晶晶、小熊与玩家线上同乐。